什么代志啊？我你不是阿公哎？我叫少年阿公啦。这汗衫披着毛巾，拿着嘎机，搭配西装裤，裤管还一高一低，这是阿公那个年代最帅的装扮。有小马哥的气势，但实际上他要带队去这儿。来到一个糖果摊，老板兼卖衣服和气球。其实这个摊位很有趣，老板很斜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斜杠？包含就像一个人哦，他不会只有一项专长。老板这样介绍，他的声音有没有比较好？有、哦，他会讲话，会讲话，讲得很好，不是会讲话。你看一下那个手，那很像史莱姆的那一坨，怎么样？在那边甩甩甩的。这边还有啊。来，各位，很烫，来试试看看。不要怕，不要怕，现烤出来的不一样啊。好，来试看看。许三哲对吗？对吗？对的，还不错哦，帮忙烤的。还不错哦，阿姨说不错哦。学生们跃跃欲试，手工春卷皮包上花生粉，入口温热又弹牙。开始有很多学校也觉得希望孩子可以在菜市场里面学到跟农业有关的，他发现我们的机会来了。我发现我们开始需要建立团队，那开始也很多年轻人也觉得可以返乡做什么，我们只是先做给你看，所以那个收资其实都比以前越来越多，甚至比我前一个工作更多了。我们先请海哥示范一下这个，哎，先介绍一下这个鱼。重点是凭感情，好，以为生化危险，好玩好玩。台湾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鸡排和泡泡茶。鸡排也是没那么好，太油。用鬼头刀鱼肉和猪脚肉以及香菜的香气，柴鱼和少许酱油调味， Q 弹嫩肉的好味道，这是宜兰最新鲜道地的鱼丸汤，上桌了。各位，鱼丸汤来喽，耶！这一顿午餐还有春卷皮饭卷，用宜兰米、紫糯米和豆皮压上芹菜和肉松卷在一起，大口咬下去，满满的营养好滋味。因为这宜兰的特产是鸭掌，所以里面才会包鸭掌。Good morning, 宜兰。Hi, my name is Leo Fang.理念化为行动，年轻团队里有满满的热情。不管是带游客体验当农夫，还是农庄工厂 DIY 下厨，又或者把传统市场当成游乐园，透过他们创立的平台，要把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带进宜兰来。欢迎阿龙总来。